夫妻吵架后，天天吵架，天天吵架。今天啊，你们就各吃各的。哼！来来来，仙女湖的鱼来啦！仙女湖的鱼，哎！哎来，煎蛋，哇，我最爱吃了。最后一个下饭菜，大豆皮来了。下饭菜我也爱吃。哎，这什么你爱吃？这明明给我吃的呀！你自个吃啊，你又外人。姐刚刚放中间的。什么放中间？你没看到，都要偏在我这边，都是我的。你这外人吃不吃呀？哦，对了，姐，我这米饭也不够吃啊，就这么点。米饭不够啊？嗯。来，亲戚别吃了，都给你，都给我吃啊！好好。姐，这东西都在他这儿，我还有啥其他吃的吗？我都没了。还有，我去给你端啊。哇，你真麻烦呀！一天到晚就想好吃的。哎，这人外人还想吃好吃的，你有什么资格吃啊？孩子还是不会生。我太难了。吃这个吧。哇塞。嗯。这怎么样？你看烧烤，烧烤，我要吃这烧烤，烧烤给我吃的。什么你要吃啊？这姐给我的。什么姐给你的呀？这明明是我的呀。啊，这都划线了呀，放在我这边的就是我的。划线啊？啊。啊，那我们人换过来，这样就没划线了。换过来，换过来，换过来呀，赶紧的。虽然我想吃烧烤，但老公要换，那就换吧，不然又得挨揍。姐，嗯，这里面烧烤有没有我爱吃的羊肉串呀？有。那个，鱿鱼呢？都有。都有啊？对。那我先吃一串了。哎，你着什么急啊？你看我就买了这么点，你看今天还没吃完呢，我们还有长的。哦，对，你赶紧吃啊！妹夫真的太霸道了。晶晶，你赶紧吃，等会姐再教训他。你这什么吃相啊？好脏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算了，那我先吃根香蕉吧。有人。老公，今天姐从仙女湖钓的这条鱼也好香啊，呵呵，真好吃。鱼能吃成这样，我也是服你，你第一人。好吃。你快点吃啊，吃这么慢。想到能吃烧烤就开心啊，你这个外人，没资格吃我的大烧烤。你豆皮炒的也好下饭。好吃。你是几百年没吃过东西了？一个豆皮搭配的米饭能吃这么香的呀？老公，是今天的豆皮炒的真的老香了，而且它配着这个米饭更下饭了，很好吃的。豆豆姐姐们，给你们推荐一款这个特别好吃的山东大豆皮，就是我刚刚配米饭吃的这个。这豆皮很香很下饭的，而且啊，它都是纯手工制作的，里边的配料表也很干净的，只有大豆粉、水、食用盐，不添加任何的香精、色素、防腐剂的，老人小孩啊都可以放心的去吃。而且它做法也很简单，咱把它买回家呀，先去温水里边泡5分钟，再去冷水里边泡10分钟，泡开以后啊，就可以直接去炒菜、炒肉、调凉菜、涮火锅啊，都是很香的，很下饭的。你如果说逢年过节啊，桌上大鱼大肉吃多了吃腻了，你吃一点炒豆皮还解油腻呢。
现在下方小黄车还有活动，就我手上这么一大包，这个1500克，足足3斤重，只需要19.9元，而且啊，拍的越多还越划算，还包邮送到家哦。链接我放到左下角了，有喜欢吃的哥哥姐姐们可以去拍一单回家尝尝的。这么一大包才19.9元？对啊，还能吃个把月。这么划算？嗯。不用拍点，只有我喜欢吃。行。赶紧吃。嗯。好吃，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吃饱，那我吃我大烧烤了，羊肉串，啊，什么？啥情况？空的呀？你是什么？吃空气吧你！你们怎么？